我在一次疫情入面，我最担心其实都是小朋友的健康问题，因为大人咧，我哋知道点样去注意同埋小心系，但系小朋友有时就佢唔系咁清楚点去做。我希望可以教到小朋友点样去保护自己，咁点样去注意卫生。其实我觉得有好多有好有善心的人，想帮助大家去捐咗出好多嘢俾大家。那我都想尽自己一份力，可以同大家一起去煲啲嘢俾咗有需要的家庭同埋小朋友。我觉得如果可以出一份力去帮助有需要的家庭同埋小朋友，我好希望可以同大家一起去做呢件事啦。请支持 UNICEF Hong Kong 同你抗疫卫生行动，请支持 UNICEF Hong Kong 同你抗疫卫生行动，请支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香港委员会同你抗疫卫生活动，请支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香港委员会同你抗疫卫生行动。